这个何顾问哈，跟林太太，林太太怎么讲？我打开前菜桌，陈教授哈，陈教授哈，是这个何顾问哈，不允许的教授啊，无为不治，所以何顾问哈，你变在大哥级别，我来更接近您了哈，何顾问改良爱家，啊，怎么样？最近哈，我开始改变了哈，我上架就定了呢，起码是上哈。我刚刚说话的越来越不敢看，越来越严打了。不过你严打哦，陈教授有必要吗？我在开玩笑，来，但是嘛，我这个何顾问的专题报告来，谢谢。大家午安。他们给我一个简单的题目，可能是我们先从这里谈起，就是美国政府为那个老百姓，他替你做什么？我想这样的题目，我们作为未来我们一些参考，这个思想上的一些参考，我们来做个比较嘛。那将来我们知道，民政府要为台湾老百姓要做些什么，我们可以直接比较比较。那基本上，我在大学，我们学经济。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人民不能做的，这个政府要做的，或是人民如果组织起来，零星组织起来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效率来做的，这个政府要做的。那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国防嘛，对不对？因为就算我们大家分为部落的话，我们要做好一个国防，我们没有办法聚集这么多的钱，然后这个人力，然后我们还要开发新武器的研究种种，所以我们很适合用个专职机构来处理那个国防。这个是早年美国从革命时期，台湾就开始处理他的国防事宜，到今天就有那个国防部。所以我们在美国军事政府下面的一个机关或是一个体系，当然我们这个国防包给美国做的。同时在今天很复杂的一个事情也是外交，照理说也是美国应该是要替我们做的。美国的海外管辖地没有一个是自己做自己的外交，所以或许将来每一个美国大使馆会有一个台湾司或什么来处理我们相关问题。那我们知道，像美国一个联邦政府，他也处理难民问题，他也处理政治庇护问题。我们常常想，如果中国哪一天像天安门那样子重新，启动重新，有一个大的那个社会变动，那一千万个难民，他第一个想法啊，我去台湾，那我们怎么办，对不对？当然，如果我们作为美国军事政府下面一个管辖地，那很简单，我们用所谓杜鲁门模式，台湾海峡封锁，对不对？第七舰队马上封锁台湾海峡，难民问题。你要申请，直接寄你申请表到美国白宫，对不对？跟我们台湾的中央政府没有关系的，让他们去处理。所以这些很大的事情，我们让他去做。但是更广泛的，就是我们回到社会上，我们要政府做的就是提出游戏规则。政府都是要提出游戏规则，为了我们人来配合这个游戏规则来生活，他提出的是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那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就谈到普遍在社会上看到的一些现象，外佣是现在这七八年越来越普遍的一种现象。我跟我太太都是60出头。我们还走来走去，如果过马路，这个绿灯变成黄灯，我们还会跑一下。所以当然，我们身体
这个运作很错，我们不可能申请什么外佣。但是我们有好几位朋友，他的妈妈就在乡下，80岁，他每天还是起来走来走去，然后他自己煮饭，但是他有一些疾病，他心脏不好，医生说他心脏不好，医生说他有糖尿病，医生说他有什么，这里称之为抽筋，所以有这些东西还是总评估，他还是能走来走去，他也申请不到外佣80岁。那他一个人住，他先生早就过世，这样合理吗？再换一个例子，在我们住内湖，特别是内湖大楼里面有好几户，他们比我们年轻，那个太太，太太先生比我们年轻，还常常去打网球，做其他的运动。我跟我太太没有做这么激烈的运动，还常常去骑脚踏车，带小孩子进进出出，他们都有外佣。他们身体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为什么他有外佣？他有什么状况吗？当然你问他很简单啊，他知道在哪里送红包啊。所以这个目前这个政府他所提出来的游戏规则是非常不公平。如果像外商看到这些情形，那就直接去政府机关说，他也住在这里，他住在一个大楼里面，他说我好几户，他都有外佣啊，我申请说，你说我跟我太太不够资格的是什么一个情形？那个就业服务单位他可能直接回答说，你邻居身体好好的，不可能有外佣，你说你要不要过来看？我对不起，我们是内勤不是外勤。所以这些游戏规则是非常不合理、非常不公平的，执行不一，对不对？这个是目前台湾的那个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像人家早就提醒我说，你看这条路商业活动很频繁，他在这里开商店，哪一天他不做了，他今天做牛排馆，不要以为你何先生下一次会接下来做牛排馆，你做了3天都被取缔，为什么？很简单嘛，因为逢年过节那个消防队他在那边吃东西都不要给钱了，所以他什么检查什么消防检查什么都通过，那是你姐被通过，因为你不知道把好处给谁，你不知道把那个钞票给谁，所以这些游戏规则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这个就是已经不是一个好政府。那现在我们最热门的话题是，现在社会上最热门的话题是加税，所以一个公平的税制也是政府提出来的游戏规则很重要的一环。那我太太常常才给我抱怨，她说为什么多年来政府拨很多预算给各个单位，我们就一个例子，农会，政府拨很多预算给农会，农会用这个预算来盖个大楼来办公，到了后来他改第二个大楼，他去那边办公，第一个大楼租出去，那个钱归谁？是回到国库吗？没有，回到农会。农会是私人机构，到年底吃尾牙抽什么抽别墅抽名车，所有的这个东西，这个钱怎么会是他们的？这个钱是人民的，这个钱要回到国库，而不是在那里就随便说我们今天要加税，因为税不够。所以将来我们有这个税制，随时我们必须能够人民提出这个税务上的这个问题，提出这个建议。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过去的这些结构啊，都要重新全部要重新组织了，要重新做一个组织，让我看什么钱应该回到私人团体，什么钱应该回到政府的团体。
那我知道今天我们有牧师在场，好几位，不是光郭牧师，我们还有和尚尼姑在场。但是我必须讲一句话，这个宗教自由不能无限的向他们卖东西，是商业行为，租房间是商业行为。有个南部有个什么大树乡，它有一个很大的宗教团体，我先暂时不方便说名字。啊，他租房间卖纪念品，所有的这个活动一毛税都不要。再来呢，他盖一大堆建筑，奇怪，查出来的都没有建筑执照，也不用取缔，官员也不用下台。这个王建轩继续写他的书，他任职内已经写六本，还在写第七本。他有很多时间写书，没有在查什么违规案，这样对吗？美国三权分立，没有什么监察院，监察院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就是养一些肥猫。就是给他一个机会，每天去上班嘛，去上班领很多钱开开会，对不对？领很高的薪水，他要做，要不要做是上面指定，不是你老百姓在那里，求他说，这里有个违规案，对不对？监察院连美国最基本的美国第一任总统、第二任总统、第三任总统都知道什么叫做利益冲突。利益冲突，你常常在台湾，我接触到很多民间团体，他跟我说，你检举到监察院，你检举说警政署做什么做什么，不合理违法，他就把你这个函转给警政署，说这个你有没有违法？警政署回答什么？我没有违法，就结案。再过两三个月，你看到什么很大的新闻？审查院在敲锣打鼓要查什么案？查什么案？因为昨天总统提到什么？昨天那个院长提到什么？所以今天敲锣打鼓要查什么案？你自己在想，那我的案呢？我的案几个月前检举中没有下文呢？你去跑一趟检察院，他说已经给你，已经还你。那份已经转相关单位，已经答复你说没事啊。这个叫做这个领高薪加是做一个转信站，你的案子他丝毫不重视，而且你没有任何救济管道，因为他不是行政机关，行政法院告监察院是不收你三个字。好，所以这个游戏规则，你从这里看得出来，这个游戏规则是非常无情不好。上一次有一个宜兰，可能是宜化东州，当然我不能指着宜化东州长，因为目前你还没有执政。但是那边有什么鸭场，然后在养鸭子，然后说有旁边有工厂，就一直排很多毒的东西出来，然后人家检举。后来报纸有一天就登了很大。他去访问那个人，说我检举半年以上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人理我。所以这个游戏规则在哪里，对不对？就是一些人在后面，一些人在后面是做一个保护，对不对？每一个事情哈，每一个事情如果它是不应该存在的，就有一些有利人士在那边才做个保护。所以今天要加税，奇怪，为什么槟榔摊？你已经说了，槟榔可以致癌，那香烟可以致癌，香烟也可以重税，槟榔为什么没有课税？为什么？政府是不是先回答槟榔为什么没有课税，你再谈加税？对不对？这个不合理嘛，对不对？所以当然后面一定是有某些人有很大的利益，所以他不要课税。所以今天我是提出来一些想法，政府要做什么 ？OK？ 政府要做什么？政府不要做什么 ？OK？
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政府应该如果要有保障的，要特别注意，特别留意的，就是人民的就业。人民的就业应该受到保障。在台湾，人民的就业有受到保障吗？没有啊。我太太前几个月去阳明山，她要去那边喝茶、吃瓜子、什么按摩，她一个公园嘛。她说现在都是警察站岗了，为什么？因为某一个上面。这个吃饱饭没事干的就规定说不能按摩，不能喝茶，不能吃瓜子。那人民的就业呢？这些人是在养活自己，这些人不是在排位领救济金呢。你应该跪下去谢谢他，你还禁止他去做，这个是非常不明智的一个做法。你可以瞌睡，你可以管理，但是你不要取缔。所以我希望将来民政府头等号的是保障人民合法的就业。我绝对不是提倡卖安非他命，对不对？但是茶是你的文化，那说不定吃瓜子也是你的文化，对不对？按摩在这里很好，我们为什么不把阳明山公园作为一个按摩公园、休闲公园，请所有国际人士他也要来坐一坐、泡泡茶、吃吃东西？哎，国际有名哦！你看有一个休闲公园，台湾人的文化水准特别高。我们为什么不用这样的想法去面对这个事情，而不是派很多警力去取缔了？没有头脑。再来，我觉得第二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学校是一个安全的读书环境。什么帮派、什么霸凌、什么欺负，那些全部 OUT out， 全部给我去！你校长直接负责任，不要有任何这种行为。你每天巡视，你不是立委来，你请他们吃吃饭、聊聊天，那你每个教师随时在监督，随时在看看，随时在观察，随时有什么不好的行为、欺负的行为、反学习的行为，你随时查到清楚。所以为什么我认为说那种教官那个制度，其实我觉得很难。但是教官不要涉及政治，对不对？政治思考是自由的，但是教官要涉及要做的是秩序，他要处理秩序。哎，老师在这里，老师凶学生几句，这样子造成很不好的一个气氛来上课，但是教官可以处理。教官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当然就是像美国电影那个罗伊斯这种的。那你要怎么样的？过来，你要怎么样？你要出圈吗？你出出看啊。请这样的人来执行秩序，我看学生比较乖一点，对不对？当然，阿诺那种气也好啊。我们可以做一个模范的学校 ，OK。所以这几个事情，最后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有钱，这个问题比较严肃，但是我必须提出来。有一天我们有钱，我们委托美国那个智库给我们研究出一个报告。这个我提出这个问题也是高兴。我作为美国人，我也是愿意检讨的。OK， 我要他们写个报告，美国200年最失败的政策提出来做个检讨。我们将来台湾不要走这个冤枉路。OK， 我知道一些，比如说未婚妈妈的那个福利金制度，经过检讨几十年，那是非常失败的。对不起，你不能走这条路，你必须请大家负责自己的行为。你越给他们救济金，他越不结婚，他越生孩子。这个问题很严重哦。一个健全的家庭，有个爸爸，有个妈妈。你看那个，像我儿子是学那个武术的。他虽然是美国护照，但是他是男子汉的，对不对？他走在街上
很拽啊。哦，有时我差点有个，我差点有个朋友，啊，他的儿子说，哎，要不要跟我儿子做朋友？啊，那个人过来，那个儿子一碰我儿子的那个肩膀，我儿子就吓一跳。他整个身体语言，虽然已经16岁，他的身体语言不是男孩子，他的身体语言是女孩子。我问我太太说，他是不是没有爸爸？他说爸爸枪击在大陆没有一起生。你看，男孩子有一点不像男孩子，啊，那种感觉对我儿子来说，他不喜欢，对不对？所以一个健全的家庭要有一个男孩子，要有做一个爸爸，要有一个女孩子做个妈妈，对不对？至少这两个角色要出来，怎么样出来？所以你作为这个未婚妈妈的那个狐狸精的这个之路，这个真的是失败。你知道那个之路是美国的规定是说，我随时可以来查寝，我随时来24小时，我随时都查，我随时敲门，我随时进去。如果有男孩子在这里，你的狐狸我给你砍掉。所以她的男朋友也不敢来救，她的男朋友也不敢来看。所以他们永远不会组织一个家庭，养出来的小孩子，那也当然就是长大以后就是犯罪啊，就是暴力啊，就是不读书啊，流浪街头啊，非常的不好的，一直转下去了。所以我们要检讨美国，主要是美国。以后更有钱，我们检讨其他的国家的这些过去失败的政策。我们台湾要走的是成功的政策，然后我们要我们的民政府提出来良好的游戏规则，让社会有个非常好的运作。这是我的期待，谢谢。感谢何委员何多余这个专题演讲嘛，不过我有意见。那个美国最失败的政策嘛，以美基利公，美国总统对台湾人的处于政治烈力啊，都没有说什么。好，但是啊，这何太太嘛，伊听听伊讲哦，伊要甲何瑞补充，用补充伊讲啊无好，伊要甲补充五分钟，麻烦你。
的退休金寄还给国家哈，让你办完。何瑞就在旁边问啊，他说：“哎，妈妈，爸爸不是在国防部退休的公务员吗？意思说在当地还是受尊敬的。那这个医院的医生和这些人，不是我们都很熟吗？啊，意思说怎么不叫医生帮我们慢半个钟头把呼吸器拿掉，或者是那个写死亡证书的时候差半个小时帮我们写一下，你知道吗？”何瑞就这样跟他妈妈问，他很天真的这样问呢。我告诉你哦，我婆婆哈、半生你没有哭，我看到他听到儿子讲这一话，这样整个人发抖，然后生气到哭出来哦，然后把他叫去旁边。那个时候他的儿子42岁哦，把他叫去旁边哦，然后哭起来说：“上帝仁慈的上帝保佑，你刚刚讲那个话还好没有人家经过听到，没有被人听到。如果有邻居听到的话，我必须搬家。你跟我讲这种话，好，我怎么住下去？”他妈妈哦，对42岁的，然后说了一句话：“今天真的是上帝保佑，没有人听到。好，但是我给你读美国第一流的高中，美国常春藤第一流的学校，你竟然说出这么对不起国家的话。”好，然后何瑞就在旁边这样子哈，就看在讲话。他妈妈说了一句话说：“你去台湾20多年，是不是你去的地方有人这样做？”你知道吗？他妈妈这样对着他骂，眼泪一直掉的时候，可是他眼睛是看我。前面在谈他的儿子长春藤毕业的，但是后面的那一句话说：“你去的地方，你一去几十年，你去的地方有人这样做吗？”那打个断在这啊。好，各位，我告诉你，我一生第一次被骂哈，感觉他在骂他的儿子，但是他眼睛是看着我。啊，我那个。身上觉得好像被刺到了，好，我的尊严，我一个台湾媳妇嫁到他们家，在这里我居然受伤。可是我也同时知道人家的国家为什么会强盛。老百姓办完丧礼，第一件事情是赶快去银行把钱还给国家，规则就是规则，不管这个规则可以不可以，我想。我曾经讲过这个故事，所有人都跟我讲：“你台湾，你若无爱做，红笑都无啦。”是不是这样？我用这一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这个我们所谓的建我们要走江河民主改革的故事，希望大家了解说，也要老百姓有足够，我们有足够的素质，我们才有这样的能力去执行。谢谢。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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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四点吼准时结束，结束的时阵吼，你大家人摕这个名牌吼去换迄个凤梨酥，原因是讲你回去要有所交代，因为今日是端午节呢，啊、哦，回去要有所交代啊，摕到你的厝，哎，你看挂到甲食了了呢，迄真好食吼、哦，来看临时动议，看有啥意见，你刚才发表。未结束以前吼，我搁一摆甲咱七个区的州长讲，咱七个区的州长，我希望我以今天的模式，这种的形式，州内底爱开这个州的内阁，甲州的州参议会的联席会议，
啊，啊，这个费用呢，所有的费用由中央负担。啊，但是我要讲一摆，讲一点，就讲 VS 基本内阁，那基本参议会的这个成员一定要受做完高级训练的学员才能够担任。啊，那阿伟，那如果没有的话呢？看你要用什么方式，但是我们中央起码七里九两门来吼，啊，看有偌济人，我们对外不公开，刚刚迄个酒店提迄几个，遐个人吼，搁再去拜迄个高级班啦吼，迄个搁再去拜培训，这就是啊，就七月份到十二月份的迄个预算嘛，爱开始写，啊，刷来就是内阁爱开始写，啊，各位若有时间，这个咱上课时阵吼。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哦，你应该回来啊，把我们的内阁，把我们这个成员哦多多接触。这个这期哦，三十三期的礼拜六哦，来有一个真特别的人，叫做许荣奇。许荣奇呢，伊要来报告迄个药杯啊主动，哦，啊，大家刚来听哦，啊，伊是时间是礼拜六，就这个礼拜拜啦，诶，这个十点到十二点，哦，欢迎各位嘛，啊，等来回放来听。各位有什么问题吗？可以做临时作业。立法工作为正传，我有一个问题吼，可能大家嘛拢深深的感觉，咱台湾人暗时啊，有的爱去踅夜市啊，啊，这个夜市啊文化吼，国民党。马英九鼓励夜市啊，改善夜市啊，结果就是毁掉迄个夜市啊。哦，啊，伫台北市有真济夜市。哦，啊，我想讲，如果林政府若执政，这夜市啊文化爱安怎样啊？该啊该何好？有百姓有一个所在会通做生意的所在。啊，莫讲迄个夜市啊，两条路。拢去甲画双黄线、双红线，车有得爱随停随开关，车随开碗随开关，啊，变惊无，人客嘛无法度入去内底买物件，吼、哦，啊，这是我的一点期待，多谢大家。这个问题吼、哦，当然咱来好好研究啦。我到去日本看人的夜市，做啊足精致。当然，咱将来一定爱做一个管制，就是讲你若无停车空空间，就袂使入去车。台湾的车辆有够侪，啊，特别是渐渐吼，咱的国民所得特别降两万块，这个情形之下，咱的。我都怕可能就常常爱来限制伊个行驶个空间。那情况，这个台北市中心起来不适合，有我都怕进出。因为我都怕伊迄款个废气个毒素吼，是汽车个切入。咱足侪人会去啦，因为空气污染足严重，就是讲因为这个汽车排气，还有摩托车排气个。啊，所以夜市嘛，台湾夜市一定爱好好招待。我去看看迄个孔子迄个夜市吼，啊，我足赞叹啦！伊是吼足精致啦，啊有停车的空间，啊每一个即个伊遐开店吼，夜市遐店吼，啊拢清气黏黏，无像咱讲哦，凊彩吼一个水桶就伫遐咧洗碗啊，一个水桶洗碗啊，底碗洗干咧拢无清气嘛，摕出来咧用吼。所以像咱的夜市啊，吼卫生设备是差唔多是足济，啊停车空间嘛拢无规划，所以整个的中国文化来个台湾拢凊彩，咱来看进入去的车窗，它一看好个，后车拢那啥样样，头前看起来门是做看，但后边拢你臭水沟啊，拢那啥样样，当然你讲。诶，卫生官嘛去检查，但你食品的时候，伊若无打上去，伊有法度来做增加伊的关节。就相对上，伊后面臭水沟，伊也有臭水沟的，也是我闽南那三大产。啊，纽约就是安尼，你个人观察这严格安尼，个人台湾的夜市，甲你一般的
那个什么米店啊啦、食品店啊、米店啊、食品店啥吼，拢阿杂杂哦，米店啊啦、像蛋啊啦、食蛋头啥吼，拢无卫生。即不但是牙齿的问题，就是讲即食品管理的问题做得。所以咱台湾太先进，台湾政府一个调查的，还是我老早的细节调查的，即太严重了。所以将来咱卫生局啊，像食品管理食品的管制方面重要，我爱严格来处理，所以问题是真多。啊，我唔知要其他人啥问题，你说到意思。好心，我这边刚才那个陈念宇陈教授的工地的代志哦，我感觉足担心的。过年美国地震哦，甲美国人做一些活啦，确实哦，但是足实在的。目前那些受中国文化教育哦，拢真凊彩。我足好个代，我一世人我做着好代志，但出来就好好。我无甲我做你妈妈做同款，做地比赛凊彩哦。所以过年囡仔生活拢真端正。我本身我嘛，叫做无端正比赛，无端正我挨骂哦，我嘛挨骂。不是你爱太太的骂，你是爱妈妈骂，我是爱太太的骂、哦。所以就是一定爱做关键，我们这就是进步效应而已。所以咱即摆开始还是进步效应。所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爱这个，爱爱就是贪污腐化，哦，安尼就是贪污腐化。咱这小英雄本来哦，对这点那种非分之想。我是为提贵来提，哦，提贵来提，第二贵来提，这种是不存在来讲应该。作为民进会长，那就这样哦，爱做我们爱加强前提自己，啊，对一般人来讲，对不起，比较帅。我就感谢陈义峰这个故事，感谢爱好平安历史动力嘛。我来，来你郭龙表现。我这个。所以就是我以前也讲的，我若是外口风景区吼，看遐咧摆摊，我去买物件，是路边，我路边咧买物件，是夜市咧买物件，其实这种拢是四个门口，是我目光看遐拢是四个门口。啊，因遮个中国人，因为食好，做事好，伊领好领咱个会员呢，搁食个搁要享受啥物？视觉上说，爱国整齐干净，你根本唔当咱台湾人，无领救济金就无这样讲，无领救济金就参就参死了，要讨一个生活基本权利，伊就这样讲法。哦，所以离开大家啦，即阵我先离开，一定爱对这路边这摊贩，我拢想迄是我个人讲法，讲咱兄弟姊妹，讲四个字头，即第一点我包容做。第二点，你原本咱个原住民，你着公司讲嘛。是咱台湾的山区，咱台湾山区，因为咱台湾的地质是属于足年轻的地质，所以台湾的山内底呐，落雨无超过，短短时间呐超过900公里吼，差不多就是不是会瘫痪，有深层滑动，看到无就是土石流，这一定发生诶。啊，安尼咱的深山的公路建设爱想什么呢？随时的公路建设是安建设，拢踩灯卡。踩灯卡的好处就是讲，伊袂去切到咱个山坡底个坡伊个坡脚。啊，不管是顺向坡还是逆向坡，你若无爱，你若无去切到，你白了伊个坡脚切断了，来后头去切断了，伊就会受伤。所以你若用脚咧垫住啊，伊局部个会伤害个坡脚，伊个山伊会滑倒。啊，咱搭个山个公路个上最适安尼吼。我们今日点啊，安尼走，安尼，无咱台湾未来即个山个道路建设会有法处理了，其他方面政府会较快确定。这是我个建议吼，我像即个公安部伊个咧做行旁边个，沿着即个山顶头走，迄土地拢一定会翻山，好难翻山，咱就翻山啊，是。就是郭龙做出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啦，咱知讲，足侪人咧摆摊去吼，拢是就是隐藏性失业人口，因为无头路无工作，所以真侪人哇，凊彩摆一个摊，啊来趁一个几百个安尼生活，
这当然拢咱的兄弟，咱的亲妹啊。所以我若拄到伊吼，伊单产袂在支持，我来种菜哦。我哦，伊单产单菜来到阮家头前，我拢甲比。啊，我妈讲，啊，咱都种菜，你不要买菜。我哎，你讲我生这个，种大豆烧有一个，哦，奖金也有，但有较低价安排，你使。即我有同情心，同情，所以咱爱将来爱有合理的管理的，哦，爱家己制度化啊，合理的管理，袂毛一碗饭通食，啊，才是咱的作用。我看今日到这所在桥头，哦，到问题无？啊，过去的局长，你身份证吼，袂当伫今日本号，他无是本来家己管理的，哦，不要今天发嘛，各个州长，不要今天发太多。啊，你看有其他的问题无？要下来来请。我是想要讲对哈，参加这方面的预算不保证哈，那就还是得去砌，对，得砌台起来。哎，你先开始你呀，你先开始来。我对美国在来哈，啊，伊是一家跨越哈，工作线啊，然后做一些在公司然后有点。我知道就本来就知道这个有的人离开完其实他们这个他们往外上也要操作好啊，所以啊价钱比的啊价钱也出来啊，比较一点台湾操作一个月左右啊，过点一百的就他会他离开然后啊进去他聊天他这样这样比的来就发现呢这个就是大家啊马上他这样这样去做那个台湾这 IP啊，别的所在是吼，我呢有啊，像最近这个刚刚在石家庄嘛，刚刚在那个大学，啊，我看咱大家的签单，那真正是机会嘛，咱去台湾才先拜台湾，真怕的，下不得了台湾，那真正是要的，啊，真正是我们以前人看的，现在是那大家是足够，啊，大家继续打一个，好，啊，即马下面吼，我简单。就是讲，从我的一个问题哈，来提出。针对预算这大项哈，因为咱过去也无安尼做过，所以我只能讲，咱即马开始要做一些哈。除了非常安尼跨国的应用，可能讲这个关节了后，啊是不是咱有组织一个叫类似一个讲一个 passport 啊，或者组成小组定定来啊？所以说咱来讲，伫咱咧定预算，就把咱跨国的这种问题，是咱有法度做一个对账。他浅色，他了解啊，还当然提供这个服务，每一个每一个州，咱这人也是要分，从咱上班一个台时嘛，每一个人啊，特别阮工作范围内底所要做的时候，预算爱针对对，实际上都有一问题要安怎去处理啊，在这不但那安尼来做计划，啊，佮一点就是讲，那叫咱这是正面的做法，那负面的一定来讲话，是讲，咱看到这句话就讲说。澳国经济啊，啊，预算要变的时候，只能碰碰嘛。啊，别爱嘛，阿拉碰碰就再碰碰对哇。啊，伫咱的预算要变的迄个过程中间，咱有法度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方式来调节。啊，讲假使讲这若是碰碰的方式，咱变啊有一个适当的做嘛，以这碰碰的方式。啊，当然咱望讲咱民政府大家，咱大家拢真正是讲，咱愿意用有一条底线。那是有一个做碰碰的感觉，啊，总是讲负面一面啊，有发现的是，那有一个相关的情况，来代表啥？相关情况。这个问题当然是无简单的吼，就讲预算一旦编出来，伊就执行，啊，但执行了结果并无理想，这就是伊的绩效问题啦。哦，一般来讲，若一个好的政府哦，一定会追究伊绩效上出来的问题。哦。对，惩处啦，还是啥的。你看，咱看美国伊迄个制度，伊介公平，讲选举是比较较公平。所以你若做了不好，市长一时阵就说你袂当选，啊，是你政党哦推出来好选，就你袂当选。哦，以美国来讲，假使你其他的道路，若有坑坑洞洞，哦，外面有市民哦，骑车还是走路去摔过，你爱赔。啊，这案子如果多了。啊，像更多大家看到，下一阵的市场绝对不会选他，用选票来惩罚了，哦，啊，咱这点出事，咱将来咱若无，咱这点了，只要讲咱将来哦，市场人选举，啊，若无，
类似这款地方公共财，迄个无好所在，去改善的空间是足济。咱将来去改善，一定当然是无贪污交的改善足济。但是咱的人吼，甲国民党、甲中华民国的官员，把咱贪污腐吼，绝对无落改善。所以现在讲，咱对这个贪污腐吼非常痛恨，吼、哦，一定要来禁绝。啊，禁绝人讲啊，够可怜，足济人唔够可怜，哦，你个清算。你无咧惊咧，你甲百姓嘛无咧惊咧，但事实上我感觉讲百姓会较好，因为你若讲一个吼有头的吼，你互屁股割下来，你啊拍的时阵吼，公开来做电视的时候，伊敢袂见笑？伊伫伊个社区干有啥物生活落？为数安尼嘛，伊到底要咧摇摆，公共两个咧哀到摇摆，所以两届三届伊就唔敢，所以是安尼，所以可能这是一个好办法。人讲这毋是真话，但是贪污腐化就是咧伤害普遍的人权啦。民众的人权，你拢把剥削剥夺掉。中华民国来到这，所以咱有把咱台湾人看作人啊。所以你剥夺咱的人权啊，根本就是乌白开钱，把咱北社的钱乌白开，拢贪污伊的那个利益，所以建设就歹。哦，出门就是发生超，出门就发生问题。哦，啊，所以有咱台湾人生活是正面的，啊，有咱以外，表示实际上的伤害是非常明显。哦，所以是咱来改善的所在。咱有办法来禁绝哦。就是刑法以外吼，严刑峻法以外，对咱嘛爱拟办拟定办法，不然咱处分咱的官员，哦，贿赂的我还处分，接受贿赂更要处分啦，这些是咱的办法。是，啊，像来这干一波算一波嘛，看要安怎改善的预算话爱改，中华民国这预算话就要甲修改，不是像这款预算话，因为法令规章是拢矛盾，哦，顶下咱纪教授甲咱做演讲。食品管理法，咱讲哪有咱来顾？你就要查，按照道理是应该定期检查，甲不定期检查拢进行。结果伊讲有人来顾讲伊的米啊垃圾吃了，哦拉肚子来是讲破病死，啊才来顾是你家食品当局，哦食品管理当局才讲来查。有这个，咱做一定要是有定期检查，甲不定期检查的物件，双管齐下来管制食品，这个物件就才够继续伤害咱民众的这个健康。我是介绍到这个所在，啊，当然啦，所有在座各位，拢用心来想讲，别安怎来改善这问题，啊，不然要其他问题，好来，请。奇怪的一点哈，那这是这里要请教蔡张议长啊，就说
这个应该是预算的边里面应该还有调整的机制嘛，然后边的也要求哦，执行在执行过程一边不得公开的让执行，还是不得什么当时发生什么不让执行啊？哦，我们这个机关那个民间部应该还有一个机制，合理性的标杆，好、哦、预算后面的调整，好吧？那这个会议里面，这个预算审查委员哈，所有的问题都在我刚刚去审查时，几乎感觉台湾都是这样。我大概审查个几场，把那个管电话是什么地方，听，我只要是预算审查委员，不是说故事比赛，你大概拢来讲故事，啊，可以拖预算，啊，哦，哎，我发现大家拢在为山为水啊。啊，我讲过程都可以算，啊，后边执行哪样，我听蛮高分。我刚刚吼，我无那个精神病，我就拿的，哈、哦，因为我前半生吼，甲何瑞元在当这开研一博士班的时阵啊，吼、哦，国家安尼调到咧每一角吼，每一颗罚金啊，迄国税局里边啊，吼，逐天吼，我去哦，我那边讲我来会计。一年到晚拢叫迄国税局跌到走无路，你知道吼？一干五年，你就安尼苛薄，安尼啊！等到我补习班关掉，严严好，我来做官，我来看你这政府安怎来做代志是，创一条。哎呦，那五月六月吼，什么效率嘛无看到，我无要紧的。你讲老百姓科学是这样哩苛薄。出去咧用的时阵是用消化预算，啊用安尼请各县市吼、哦、来说故事比赛，花上看到鬼山鬼水，啊预算分那侪，啊迄个啥要用，那个我是女委员呐、啊，啊大家拢做讨厌，因为女委员无在调，无法度要带出去领烧酒，啊个叫查某，哈，啊唔知要用啥方法，哦是大家都讨厌的委员呐、啊，哈、哦，可是也。被摆在那边一两个，总是有一两个像样哈、哦，那是这样子的。那这些经验，我希望说以后我们民政府可以哈、哦、做这个调整。好了，谢谢。好、哦，谢谢。不管这里消化预算的问题，我哩之后财政部长时嘛，我提出去财政部讲，这是真大讲啊，对个人人贪污腐化的这个办法。你真正要把大事做好，绝对不是安尼做。哦，日本时代的时候，咱台湾的地方的迄个财政非常健全，一个工程假设来编100万出去，估计吼一年做的时候，一年完成的时候，差不多80万、70万就做好，而且10个月、9个月就做好。来个，这个中国政府来个台湾的时候，讲一年来你完成的工作，哎，拖年拖两年啊。100万无够，我加追加预算啦，追加到200万啦，啊，你1000万啦，追加2000万，一个月追加到2亿啦，啊，你敢拖时间安尼啊？啊，所以吼、哦，绝对是负债一直增加嘛，债务余额一直增加嘛，啊，就是无效率，哦，啊，你看，足济单位吼，拢咧进出补助，啊，进出补助啥？爱请长官吃饭啊。吃饭的先第一摊，过来就第二摊，过来第三摊，哦，所以吼、哦，足侪年轻的公务员唔知呢，哦，第一摊吃起来吼，过来第二摊就开始饮酒，第三摊卡拉 OK 拢查某拢来，所以我拢甲遐少年警告，绝对第一摊结束你就好走，唔通参加第二摊、第三摊。遐议员甲遐生意人，第二摊、第三摊拢来啊，第三摊是查某来，甲你逛个马戏马戏，查某甲你牵你走，拢甲你翕相。会是病，你偏要去要讲嘞。这人你要加签唔签？你唔加签，我来甲恁太来讲。讲你对当时，你对安尼端嘛？当时我这少年叫我们看见，啊，一届落，过了就落死，无法度避的。所以吼、哦，各位若机会应该看我一本《桃源去来》，我一本《桃源去来》，结果第二版的网络上有咧销售。哦，官场现行记，讲这些贪污腐化、政商勾结，前明天的历史咯，佮写落来，我唔惊讲红火，红火甲我离，我来写出来。如果写的时，我拢甲遐
有阿里遐资料，我甲 copy 甲留起，所以人咱家讲哦，这公文就提出来 ，copy 公文就来做证据。就整个来讲哦，国民党乱对中国乱到台湾来，台湾人够水，台湾人有日本管，有美国管，拢赞，拢惹到，就是有这贪污腐败，这中国政府来管，才害了了。所以咱即摆吼，一致吼，一直天天就是去配合咱的这会议。真好，真优秀的政治文明，甲咱台湾人这朴实啦，朴实实在，老老实实这个精神，咱咧培养迄个文明，甲咱的教养，咱的人格，莫像中国人拢无人格，无尊严，哦，无人格就无尊严。啊，所以吼、哦，咱台湾人真正无歹，人性吼、哦，真正弱点，很容易学坏，你有好就歹，你有好就困难。但你有歹足紧，你跋脚有跋脚足简单，你有对查某足简单，哦，你有同伙也足简单。但是你有一个真好有心哦，爱像咱在座足侪吼，足侪人来忍耐忍耐，迄七情六欲拢啊减少，啊甚至哦有一个信仰，有一个中心思想，有一个中心信仰的时候，坚持我就坚持坚持，坚持啊惯性就自然就好。所以咱足侪咱的迄、那个。基督教徒吼，伊表现伊优秀，会使讲甲咱个台湾即个文化水准一致。我感受我哩吼，读经册内底有读个基督教的文化，甲资本主义的发展。若无基督教的文化，我都发展资本主义，我都有今日产业革命的国兴，甲对18世纪以来即个科学。哦，文学、艺术，还佫在这里上，哲学思想甲经济学也发展。所以要读中国史，不如读欧洲史；要读中国史，不如读世界史啊。哦，但所以咱的教育改革，咱的教育部长责任很重大。这个物件拢爱往这个方向去看。我定来甲少年人讲，唔通用时间去读中国史，爱用大部分的时间去读欧洲发展史。因为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文明，甲整个欧洲的发展，哦，先进的发展，甲日本、甲美国拢有关系。那是咱的文化一直全是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底哦，咱台湾绝对无可能哦进步啊，甲发展起来。所以现在讲，咱要迫切这个阶段，因为马政府一直要甲台湾牵去死，牵去中国文化内底进入内底，咱绝对甲反抗，咱咧较努力。来较认真的较拍拼，哦，咱才有法度脱离迄个中国文化阴影。哎，后边有意见呐？有问题，哎，请江伟雄哦，来。各位长官哦，各位同事大家好。即马即个咱中立公教的某一个方一个板块哦，因为毕竟咱台湾已经来从台湾进，即中国文化来讨论哦，我相信在座的内底已经。这个思想大厦已经也是足侪人已经往复参考伊啦，吼、哦。但是咱总理讲这话，我感觉伊这精神太好啦。所以咱即摆伫外口咧行咧看吼，诶、哦，一寡人包括你要甲讲鼓励讲咱来做新的总统啥，伊感觉无实在，讲我着将我变无人嘛。哦，但是咱律师讲个听伊嘛听袂落嘛。所以讲吼、哦，咱将来咱即摆即个咧做这工作，我相信非常的艰苦，非常的爱。伊变甲洗脑过来吼，因为伊感觉伊是中华民国，感觉足正常个嘛，吼、哦，啊所以，你包括咱古啊咱遮吼有感而发个话吼，将来我相信咧，你甲改革吼按非常个长期个时间来做嘛，啊大家非常个辛苦吼，啊大家互相勉励，互相来加油吼，谢谢。好，谢谢张委员长吼。你会记，即个外口即个台湾拢是死鬼派，无例外啦。即马台湾等啊，啊因为爱有啥物好处？咱本来讲要甲美国甲咱讲话用迄张 ID 呢，带个迄个波多黎各港款会当直接进去美国。我安怎嘛甲咱讲可以？啊，但是即马很主席呢，他没讲我们的进度是慢，他的进度实在比较慢。咱即马。七个月内底，才申请2000张出来。当然后壁这1000张吼，是毋是还要七个月我就唔知啦。
但是我希望讲花一点时间来对。但是我甲各位报告的吼，心内还有一个拍算。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参议院的参议员、州的参议会的参议员，这跟高龄无得算。咱是要开放状议员，哦，台湾人去选，就爱选你。你给我当窗户，我当然够爱选，哦，够会选嘛。啊，所以呢，咱是下摆会开放状议员。这个制度呢，那很主席的这个日本的迄个参众议院的制度，啊，美国的参众议院就类似。我们今摆我对建议，就美国的这参众，啊，这是咱今摆吼，大家报告讲，咱下摆要行的这个路，大家。所以我常在讲吼，咱若去谈讲，啊，你了解事情吼，啊，若歹听，你免多解讲。啊，歹听就算它切掉，因为要直接免讲。超过半数才来进行，无迄个代。只要咱有四千名，而且这四千名，大家头脑拢同款，各人拢同款，美国在咱大个地方出来。哦，啊，这个 ID， 那迄个叫做中移动一百万人，伊是毋是一百万？啊，若即摆看起来吼，速度愈来愈紧啦。你看中央、中华民国真济迄个做法甲措施吼，拢在改变。啊，你改变是安怎改变？要做离开的准备。啊，准备 B 准备 B， 没有，那不是咱的代志，不必我代志。所以咱别跟中央那个直接冲突，咱嘛没太冲突啊。但是你用美国的这个政权做进来，管理权填不了填不进来。你讲嘛，那你讲讲嘛，台湾还在美国军事政府管理之中，啊，我哪能跟你做工？我不晓得，美国军事政府从来没有看过啊。啊，你看看啊，美国军事政府的头是啥物啊？啊，所以我即摆带，咱这个26号的报告来看，台湾是日本天皇所领有，美国总统占领。李总理，你当哪方我就看到哪方了。美国总统占领，因为因迄个战争法内底迄个刊物，征服者，金毛将，这是人呢。这个台湾的金毛将是啥物啊？美国总统啊，那么美军，那是讲总统来讲，伊是美国的总统。啊，我现在想想，我的情况，那大家无敢反驳。我现在想想，啊，你大家模糊都理清楚起来啊。啊，下单去吼，时间差不多要超过半个钟头啊。咱要结束的以前啊，我希望讲，郑州站吼，下单带领咱大家去这里过摩沙送，啊，再来做做结束。啊，各位还有问题吗？啊，若有问题，是不是大家拢起立？啊，郑州长带领大家唱唱这《古往无沙场》。OK， 大家平安，大家好。好。咱一句话，小弟要翕团体照的，能理解吗？古往无沙，古往无沙。咱的人，咱的爱，亲像阿母咧叫咱的名同款，摇啊摇，烧啊烧，永远抱着咱的人。第一段的歌词是安尼吼，我来起头，咱等下大家来唱吼。摇啊摇，啊摇，烧啊烧，永远抱。You are
报告，就是说刚刚那个秘书长已经有讲，就是请各位同心，就是要留下来。对，那因为我们要那个。